明天开学了，老师刚才发通知说让罚本，啥都定。Hello， 大家早上好呀，我是韩妈。今天是星期天，孩子放假不用上学，也不用早起了，一觉起来都8:30了。刚才老师发来消息了，说让把明天开学用那本夹子都订好，这不又来活了吗？哎呀，抓紧时间吧，赶紧把本夹订完，还有别的活呢。在农村住，唯一不好的一点就是土多，这地呀一天不擦都是土，想不擦都不行啊。孩子补课兜还在大盆里泡着呢，还没刷呢，这补课兜买的是真后悔呀，还买个白色，不知道当时是咋想的呢，心里美可能是，也用不出来那白样啊。这点活刚忙活完，这又到做饭点了，昨天吃的饭碗还没洗呢。我闺女这几天馋了，总共念叨要吃烤肉烤肉的，今天就拿着她的压岁钱给她安排一顿烤肉吧。买的都是她爱吃的菜，金针菇和生菜，肉是过年时候剩的肉，再切一根我闺女最爱的小香肠。这一顿小烤肉给她安排的明明白白。好了，不说了，明天见。